今天我们一起来画维克特利奥特曼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用黄色涂维克特利奥特曼的头部。用红色和黑色涂维克特利奥特曼的衣服。用银色涂维克特利奥特曼。用红色和黑色涂维克特利奥特曼的衣服。用银色涂维克特利奥特曼。
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画到这儿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